他们在唱歌的时候是手舞足蹈的，对不对？去对 Mariah Carey 啊啊啊啊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虽然就是比赛，但是我得第一点是不重要，我是来这上学习的。我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也没有概念。这个地方下巴一定是 drop 下来的。Yes, yes, you got it, you got it. 嘘，比我还懂。如果我能唱到这个音 ，I don't care。我的新队友们，他们实在是太棒了！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给了我非常好的感受。热情去找寻。我们团呢，可能是意识超前一点点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们把走位也练一练，我们可以边走位边唱歌。得不到，咋咋咋。这样呢，既有助于我们去记每个人的分词，其次呢，也是有助于去表现我们整个团的团结呀，或者协调能力。